也比较属于我们这棒棒糖的这个，他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弟弟，然后在棒棒糖帮我们缔造了无数的那个收视率新高，嗯哼，尤其是你跟敖犬翻脸的那一集，对对对，是是不堪回首，但是你知道收视率就非常的高，阿本，其实他是我最想要变成的弟弟，因为我从小就是都是认真读书啊，然后或者是甚至来到棒棒糖，我也觉得啊，我要负责，我要加油，我要加油，什么要礼貌什么的，可是我很少能够真正把自己真的那一面表现出来，然后真的很自己想讲什么就说什么。你想变他生活，不认真念书也没有礼貌。就想要变成像他这样，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随心所欲，就很有个性，然后又就是很做自己，我觉得超酷。威廉要讲。对，其实我那时候读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，就是我已经知道他是学长，因为他好像已经是研究所的那个学生，然后我们就听说他跳舞很酷，然后看过几次，然后后来进来这里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我先进来，后来他才进来，那我就觉得其实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可以认识他，但我想说一起应该是读一起学校的，应该是会很多机会，但是我就觉得我也有点遗憾，就是没有好好跟他认识，跟他熟起来，对，不啰嗦，来给他抽一个，抽一个，对啊，我们 Elmo 是一个怪咖，但是威廉，哇，威廉啦 ，Oh my God， 威廉，学长终于见面，果然是抽到学弟，你看看，你刚刚有一点在惋惜，说你们之前在棒棒糖这段时间其实没有交流的太清太透彻，因为他很忙，然后我可能也就是都跟其他人这样子，然后就很。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跟学长就是相处，对呀。说真的，弟弟们要讲一下我们对威廉的那个关爱，对对对，堂主很欣赏你，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优秀，最优秀的地方是你的肩膀，他有一个很可靠的肩膀，然后很孝顺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他。用他那个搞笑的外表在伪装，但是他心里面是非常有胸膛、有肩膀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点我非常非常觉得你这个前途不可限量。我觉得他还有一个优点是他很爱他的家人，对，又是他妹妹，他真的很关心他。来交换一下，这是我准备的福袋啊！哎呦，福袋是不是？该不会跟他让我猜里面是什么特别一个？里面都是很有意义的东西。真的，来来，威廉先开好了，一个一个看是什么。首先，这个垃圾袋就是回家的时候可以先收一下垃圾，资源回收一下。哦，袋子本身也是一样礼物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意义重大，因为我刚开始学 locking 的时候，这一顶帽子是陪我去第一次的比赛。真的，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宝物，因为是就是比也出征无数场了，然后呢，就是一直保存在我家。威廉，你干嘛发抖？因为我们都知道帽子对你的重要性，我们很怕惹他。小心一点。对，所以我想说，把这个送给他，就是让他永远保持最初的热情。魔术师，还有，在这是香水，对。哎呦哎呦，高级香水，高级的香水，对。因为我平常就是不喜欢身上有这个怪怪的味道，然后呢，我就有用这些香水的习惯，然后希望他就每天喷，就觉得我在旁边一样感觉。啊，但有点恶心。真的，对。威廉，整个那个popping的 feel， 快点快点，这个 solo 一下 ，locking 是不是？会吗会吗会吗？他会。哎呦，帅啊！你真的会假的会啊？哇，好辣好辣好辣，再来再来，不要放弃，你可以，用你自己的感觉，以前的感觉，哎呦哎呦喂，不愧是有加持过的帽子，在最后一次交换礼物，你也算是有赚到了，以后别忘了说是棒棒糖帮你学会跳舞的哦。来来来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还有一个东西哦，还有一个东西，是不要给人家丢了。有一张唱片，这光碟啦，光碟，对，里面没有烧任何东西，他就是希望就是毕业以后只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未来我们把我们就是大家共同有的回忆再写新的一刻，再装进去，哇塞，有意思，少来，明明就大普安娜上面有写，光碟，好啦，新的一页，来来来，换我们 Elmo 拆了，快点来。看看威廉这小子会送什么礼物？还好我也没有，也是蛮有意义的。真的吗？还好也没乱送，是不是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什么东西。
这里。对，就其实我一直在想说，就我不知道送什么，然后我后就今天早上我就想说，哇，在我的墙角就有一个侧立啊，那这也是当初我第一次参加棒棒这行的淘汰赛，然后侧的表演，哇，这边还写认识你真好，对，就是以比较 old school 的一些，旁边还有步步高升，这是还有步步高升，对，步步高升，很土，很土。你为什么死要走这种老挂路？学业进步在什么挂什么东西？这是书本啊，课本啊，以前不是都会这样，对啊，然后就是因为毕业了嘛，然后觉得这因为我在小巨蛋，然后表演这个，然后也就是又感觉有。如有神助啊，所以我希望以后你去比赛或者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老天也可以帮助你。哇，好了，来拥抱一下啦！是的，是的，嗯哼，加油！耶，来来来，祝福两位，再来，好好玩的吼！王子，王子，来来，王子，王子是我们这棒棒糖的门面，是不是？进了六棒之后，然后一开始我还是跟他相处还在磨合，而且我跟他的磨合是最大的。可是我跟他，因为我们两个年纪最小，然后可能我也比较幼稚吧，我就跟他争吵一些有的没的东西。你都会骂他说你很像小孩子。对，但是我也其实也是小孩。小孩骂小孩。对对对 对。然后他其实也会不开心，那他就会刁回来什么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阵子关系其实没有很好，然后后来慢慢知道到现在住在一起，然后我慢慢了解他，其实他长大很多，在跳舞方面，我觉得他也让我很钦佩，因为。他除了小巨蛋之外，其实他每次练舞的时候，他都很默默的。然后除了在舞蹈教室之外，他在家里他也会自己，他也不会为了吵，他也不吵到大家，就是自己带 iPad， 然后自己在旁边练。哇！就是我觉得他长大很多。其实还蛮谢谢小杰。有时候，譬如说我去那个舞蹈教室练，我跟不上，我都会说小杰就是可不可以再跟我跳一次？然后我就一直找小杰，一直找小杰。对啊，因为敖犬跳的就是太有自己的 style， 我学不来。然后阿伟呢教就是他教威廉。然后，所以我就找小杰，对，对。那小玉呢？小玉是小玉，也是要人家教的那个。拜托拜托，人家小玉也是 rocker， 你要他怎么样才高兴吗？难不成大家有看过蝙蝠侠射巨物丝的事情吗？没有吗？你会抽到谁教？是毛弟，抽一个弟弟。我是毛弟，毛弟 吧。哇，哎呦，野兽，野兽同学，来来来，耶。王子与野兽，哎，哦，应该是不是是美女与野兽吧？哦，哈哈，的组合。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真的是很单纯可爱的人，一开始吧。现在变，最近他本性露出来，就是讲话超级无敌贱的，然后会跟小马那里对骂什么，然后我就觉得。虽然那一开始我有点不能接受，想哎呦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人，可是后来我觉得其实他很开心，然后常常我们公主帮主出去宣传要干嘛，我觉得可以跟他一起出去就很开心，因为他随时随地都笑得很开心，然后会讲一些好玩的事情。虽然你上次骂我母狗，我有点生气。对啊，我希望下次还是可以注意一点。我跟毛弟都在后面偷笑。比如说像什么，他骂他母狗，然后呢阿伯我就骂母猪之类的。骂完之后就开始取其他人对。而且母对对对，母蟑螂，对他取汉讲叫母蟑螂啊，哎，真的有点像哎。越不想见到的弟弟，就是越跟你有缘。我希望以后还是会参加，因为我刚问他说你会不会想我，他说不会，我帮你忘记。会不会想我？就不会，不会这样。来来，我们毛弟要抽一个来。哇，我看他会抽到谁？汉奖就抽汉奖，命运啊，命运！阿奖，命运的安排，上天捉弄人呐，是不是？抽到最不想见到汉奖，毛弟会如何面对他呢？交换一个礼物，来来来来来，说一下，我有点抱歉，就是这个礼物就是我这翻家里东西，就是觉得这个最值钱，哎，交换的交换一下都没有那个对方可以，其实钱我的也蛮宝贵的，钱不重要哦，对啊，是心意，来给他拆开，嗯哼，哇塞，野兽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王子先拿出来，超棒的，哦。哇！哇！扭扭乐，是扭扭乐，可以扭扭乐又可以测体重，哇塞，还是磅秤哦，哇，太
棒的耶，太棒了吧！哎呦，而且又有健康步道，那袜子赶快扭一下，超好的，炫哦！看一下我最近拍戏有没有变瘦。0.3公斤，心脏坏掉。可以把你这坏掉的东西拿来糊弄本堂，被你压坏了，都要毕业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149变成0.3，那这边哦，想说如果毕业了就是。看到照片就会记得我这样，真的，你看他自恋到这种程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送我几张好不好？拜托，这张这东西很好用。我跟你讲，它是你的免死金牌，将来去外面认识任何人，要打通关系的时候，先拿出来，亮出这一张。我跟你讲，王牌啊，王牌。严重，你不知道你拿到宝了吗？以后只要拿着吃便当，拿着王子的照片，十万大卷去量，你要吃多少就有多少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